好，现在我来为您介绍一下本台第三套节目，1月17号星期二，农历12月17的电视节目。8:30文艺节目，10:35八集电视剧《七色与云》，12:13电视书场，18:20东方时空，19:00外国文艺，19:32每周一歌，19:39六集电视剧《白兰瓜的故事》，22:06电视剧场，22:56中国音乐电视。观众朋友，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，欢迎收看。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频道，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频道全新推出古老而现代的戏曲，权威想象的音乐世界。心灵的呼唤，生命的喝彩，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频道。北京分说过，感人类的精神能发出火花吗？对，就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频道。电视台戏曲音乐频道，好，节目就给您介绍到这儿，欢迎您到时收看。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，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综合部。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。战秦琼，这曲艺的奥妙尽在综艺频道。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。
感悟艺术，愉悦心灵。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。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。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。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。
收看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。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。电视台综艺频道，感悟艺术，愉悦心灵。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。奉献六大栏目闪亮登场，星光大道，欢乐中国行，为您搭建互动平台，文化访谈录做深度探讨，电视动漫快乐驿站，联合对抗，舍我其谁，敢于争先，敬请关注综艺频道。
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。电视台综艺频道，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。星光大道节目，勇敢背好。我胳膊带伤怎么来的？还有带着上呼吸道感冒参加比赛。唱哥哥呀，去星光大道第一个月的月冠军是大家一块念臭，自大家一块就念臭了，站着，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，你就臭那点儿上了，知道吗？知之为知，知不知为不知，你知道什么呀你？嗯，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。你有多厚啊你？你除去脸皮厚，你还哪儿厚啊？领略手法魔术的炫目，探求一切正常的秘密，目睹歌剧与魔术的碰撞，感受互动魔术的惊喜，见证特殊屏幕的神奇，寻找难觅踪影的诗经，耳目一新的滑稽表演，不可思议的魔术奇观。国际幽默大汇演之幽默魔术篇，国际艺院特别奉献。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奇葩，艺术与技巧的完美结合，马戏界佼佼者的亲情演绎，惊心动魄的大型驯兽，飘逸灵动的空中杂技，眼花缭乱的杂耍表演，令人捧腹的滑稽小丑，
领略世界顶级马戏的风采，享受视觉的饕餮大餐。俄罗斯马戏精彩荟萃，国际艺院特别奉献。你说这么多毛病，我看的比那锁零件都多呢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你还修不修了？修。嗯，多少钱？300。三。你跑银行来修门来了？银行800。清凉的海风，却有动荡的歌会。这里没有似火的骄阳，有的是酣畅淋漓，有的是风采飞扬。动感夏日，快乐每天都登场。清新健康，动感时尚，千万别忘了在这儿找点乐。我的假期我做主，心动不如行动，我酷酷在。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就出发。动顶快，做完黄金周再陪您去见其他精心打造的节目，尽在特色编排时段。欢声和笑语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金色十月综艺频道加工快乐呀！今夜星光灿烂，无人入眠。综艺频道更加异彩纷呈，发现快乐。综艺频道，遇见快乐的舞台，感受快乐。综艺频道，快乐的名义，精彩每一天。爱舒服，快乐无边，周而复始，精彩非常。快乐创造力，快乐也是生产力。综艺频道，加工快乐。过年好，综艺频道给您拜年了，祝您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，双喜临门，三亲六故，四季平安，五行八作，六六大顺，七尺男儿，八斗之才，九转功成，时来日转。综艺频道全员同志，祝您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中国中央电视台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， 中国中央电视台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。 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中国中央电视台，中国中央电视台。
梦想，相信品牌的力量。心中都有赢的梦想，有一种力量让成长更加迅速，有一种力量让前景更为广阔，有一种力量让梦想不再遥远。超越梦想，不是梦想，相信品牌的力量。相信品牌的力量。Thank you.
猛一看有点像唐老鸭。你确定吗？你肯定吗？哎，你确定？你肯定？你肯定？你确定吗？这飞行速度太快，我发型没乱吗？那个孙猴子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就撒了个谎啊，我说我亵渎。No.
他们不是军人，却对军营有着特殊情结。想个法儿靠近你们，就对这身军装莫名向往。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，他们骄傲，他们不悔。所有的专辑机长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女性，她触碰到了我内心最柔软的那个地方。艺术人生现场军歌嘹亮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。欢乐中国行全新播出季隆重登场，10月31日至11月6日19:30，敬请关注《欢乐中国行》全新播出季。孝心大联盟10月爆笑特辑重装登场，新老孝心金秋现役，语出惊人，笑破肚皮，给你一周好心情，就是让你乐不停。艺术人生4月播出季。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。周一歌手彭龙，周二双胞胎兄弟刘全和刘全力，周三王学圻，周四小品演员吴涛，周五老朋友蔡国庆，周六周日大衣哥朱志文。艺术人生7天联播，敬请关注。一览天下特别搜索，七大主题精彩呈现。你会在这个镜子里看到一个正常的自己，也会在这个镜子里看到一个放大了的自己。你想温良谦和的长颈鹿也有发飙的时候，究竟何故？当长颈鹿闯入农田大快朵颐时，当地人却为何嬉笑开颜？解开这些谜团，绝对有助于我们体会长颈鹿乐园的和谐之美。恭喜发财！走在他们中间唱歌的时候，也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。观众是我们艺术父母，你所有的演出、你的节目、你的曲目，还有你在现场，你必须让观众开心才对。直接深入到这个社会的基层，对吗？和我们的老百姓们，和我们的人民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，真正地感受到老百姓们的生活，老百姓们的情感。我们应该创作什么样的作品，老百姓最喜欢？应该创作什么样的这个艺术作品，最能感人？为基层服务，去说他们的故事，演他们的时事，去讴歌他们的业绩，赢得观众的笑声掌声，尽一个文艺工作者绵薄之力。
月圆人圆家团圆，情深意浓庆佳节，明星举家送祝福，伴您一起过中秋。9月19日12点至22点，敬请关注综艺频道中秋十小时大型电视直播活动，万家邀明月，一起过中秋。九九登高，歌嘹亮，岁岁唱响，艳阳天。亲爱的人儿，携手前进，携手前进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，充满阳光。九九登高，歌嘹亮，岁岁唱响，艳阳天。10月13日，综艺频道重阳节十小时大型直播活动，九九艳阳天。
2018，愿您努力了，能收获喜悦；拼搏了，能收获掌声；爱过了，能收获幸福；平凡了，能够知足常乐；进步了，能发光发财。再见，2017。再见，2017。你好，2018。你好，2018。2017，您过得好吗？努力了，拼搏了，爱过了，平凡了，进步了。2018，愿你努力了，能收获喜悦；拼搏了，能收获掌声；爱过了，能收获幸福；平凡了，能知足常乐；进步了，能发光发财。再见，2017。再见，2017。你好，2018。你好，2018。来拜年，祝大家梦想成真，中国年欢天喜地，快乐年，扬眉吐气，顺心年，风调雨顺，丰收年，事业辉煌，成功年，人心高照，大好年，喜气洋洋，好运年，喜上眉梢，幸福年，幸福年，幸福年。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；如果感到幸福，你就拍拍手。
就像你的大米。今天让我来为你保驾护航。哎，老公回来了。爸。爸爸，新的一年祝你飞行顺利。谢谢老爸。这是爸爸妈妈我和妹妹。宝贝，你喜欢弟弟还是妹妹呀？亲爱的，辛苦了，祝福我们一家四口幸福长久。这就是我从小长大的。爸爸，这是我女朋友，真漂亮啊！拿笔是有讲究的，你看吧。妈，我在国外都想死你。妈也想你。我是啊，一撇，一捺，谢谢大家。啊，对。